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荣幸的，生物特有保育中心的副研究员沈小姐来到我们这边做例行性的观察与记录。那她是要做一些研究的报告，那将来也会跟我们天国花园来做分享。那今天天气很好，这个时段呢又凉凉的，很舒服哈。这个七楼的房子，那也已经呢有一些影子啊挡在整个花园，所以整个花园是非常的凉爽，加上天气好，所以呢沈小姐也已经观察记录好了，就来采访一下她。今天来观察有什么收获呢？一下子没关系，其实除了就是这边就是直接栽种的，我今天记录不少那个自己长出来的，虽然是一些杂草，但是我是觉得因为本身它自己长出来的就比较适合这个环境生长，所以我除了记录就是比较大家种的那个部分，我会留一些小的植物。应该是说哈，我觉得杂草真的是太生命力太强韧了，所以它，我个人感觉，因为我们天国花园从一楼到五楼到六楼都有，我发现杂草是没有在分地方的，杂草在哪里都很适合长，好，只是我们适不适合让它在这里繁衍下去而已。所以呢，应该是说角度啦，哈，您的角度跟我们不一样。好，我们做的空中花园就是要把杂草给拔光，但是楼下的是永远拔不完的哦，嘿。其实你们有一些没有拔的，而且你们留下了蛮多还蛮好看的杂草，是还没拔到。因为那个我相信是没有拔，有一个叫做兔儿菜的，在那个角落那边有一个还黄色花的，那种我相信那植物应该是你们自己特别留下来的。没有，不是，完全不是，因为我们在做空中花园的时候，我们只留下我们要种的。那其他的你说的这些杂草，我们在一楼遍地都是，所以呢拔都拔不完，我们不会在这里留，因为杂草它繁衍的速度会非常快。我们今天呢，人家说什么春风吹又生，所以如果你不拔它，将来它一定很强势的会把我们想要栽种的花哈都侵占了，那我们是不能够这样的，会显得很杂乱。那但是如果它今天在一楼，那就还好，地面上哦，因为你永远是追不上它长的速度的。我们就不谈杂草了啦。好啊，我就觉得这个工作话也给我一个蛮好的，就是你们种了蛮多很漂亮的，而且你们种，尤其是这个孤挺花，我觉得你们的孤挺花好漂亮。是啊，那都是我专门收集的。因为都是复办的，而且我是觉得孤挺花在这个花园里面，在空中花园里面其实是非常适合的。是啊，是，对，所以您很用心在找适合的植物。谢谢。因为这个孤挺花哈，在这个楼下在树荫下的时候，它的花茎会比较软一点，那但是它一旦长花苞，我就希望稍微要抽梗要开，我就赶快搬上来，阳光比较足，花梗也会比较坚挺，对，开花也会好一点。这是我们同工大家一起努力栽种的。因为你们能够维持这样，一定不少人力上。当然。其实我只是比较多的工作放在设计跟规划，那么还有因为我自己办公室前面的一些杂草，我就顺便一边欣赏就一边拔。那其他整个大大的园区都是有非常用心的同工志工一起来照顾的。另外我想借这个机会我说明一下我为什么会来这边做调查。因为我大概做屋顶的植物调查大概将近已经做了十年，那从北中南各个地方，就是我除了调查原来种的植物以外，其实我是要找一个就是适合在屋顶里面生长，然后可以省力的方式，不要一直在那边拔不喜欢的草。所以我们要留我们喜欢的植物，不是说草，喜欢的植物。是，那因为我做了北中南好几个地方，
有一次的参观来到这里，然后我发现这边种了非常多的香草植物。那香草植物其实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种植物，那根多肉。但是在我这调查的过程中，这个资料是我所缺乏的，所以我才会那个时候才会主动提出来说，我希望来这边做一个调查，来补我一个资料的不足。谢谢。我想在台湾的野外哦，不管是山峰、山巅，还是海边，还有一般的平地，那台湾的一些野生的植物，好，或者是说特有的植物啊，我想都在保育中，也如果是强健的，它当然就是除之不尽啊。如果是草类啊，如果是花，大家就会比较珍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比较喜欢花吧，哈。那我们这个空中花园它的特色就是说，所以其实我最先跟这个沈小姐在第一次的沟通里面就有谈到哦，就是你有给我一些建议，要种一些好种的。但是就由于好种的，有时候你不用认真种，到处都是。那我们在这边种的是适合，而不是好种，适合。然后我们用心的去栽植，那就可以看到很多美丽的风貌哦。所以应该是说，植物都很美，就是看需求。如果我这一片花园是到处都哪里都看得到的花或造景，也许人家也不一定会来到这。不过我们这个花园的特色是以节能降温为主的，所以它也不是说只是要一个美丽的花园，这是经过整个环保局给我们的补助计划，是做以节能降温为主。所以你看它的这个介质层其实都很浅，所以你会发现说，哎，我们没有大棵的树，因为我们在屋顶，我们的浅根，我们的那个介质大概15公分而已，整体25公分里面扣掉底下的，扣掉上面的，大概就只有15公分的土，那个介质层，15公分的介质层，它的那个拉力张力其实种树很比较危险，不容易把它根不容易抓住，我想也比较容易穿破底下的那个保护的层。好，那我们也不希望根串下去到那个屋顶，我们的上面我们是5公分的隔层的，对，所以这整体就是说不一样的需求。因为这个你们这个是属于薄层的绿化，对，薄层的，它本身就是15公分，那还要再浅的话，其实土分就会高，所以15现在是目前台湾大家一般在薄层绿化里面最常采用的一个厚度。我觉得当然有时候是评估重量，好，不然我是觉得20公分到25公分会比较刚好，刚好，但是真的会重，很重，会很重。那个承载力里面的楼地板承载，如果当时候在建筑有考虑到这方面，也就可能会加厚。对，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用盆栽，上面再放盆栽，有一些地方可以。我们就觉得盆栽放起来不是那么美啊。那我们当然哈，像你看这个孤挺花，它是盆栽式的，但是这个是卸了，我们就会搬走。我在这边有两个做法，一个是卸了以后我们把球根挖起来种在地上，那另外一种就是直接，因为它还没有满盆，我们就直接藏在这个这个花木的小灌木里面藏着，看不到盆子，其实就可以藏在地上，对，它也可以比较适应的。对，然后那个种子收割后啦，就不会这样高高的串出来，会好看一点。那还有在边边很远的地方，我们种了11盆吧，我从宜兰捡回来的重瓣的扶桑，那个是我从宜兰捡枝，我家捡枝移植那个扦插活，然后种到现在，那是我们目前唯一要一直让它保持盆栽型在上面的。那我们还会去买一些水盆，还没有买水盆，那个花好漂亮，那个这个品系很漂亮，很漂亮，我家在外面不容易看到、好，我带了很多，我常常开车回去就带回来，或甚至栽培过来种。那以前我们的志工还没那么多以前，那也没有这种环境的时候，我们扦插在一楼外面的土层里面，常常因为没有人浇水，就插了它就一阵子就死了。现在很好，因为这个有很多美好的事其实都是需要时间。
那我们现在有专职的同工，也有很多志工在帮忙哈。那所以我觉得他在浇水的部分比较没有问题。那我原则上我的时间精力都比较留在空中花园，好啊，楼下的兰花园，那整个外围哈都是我们的其他的同工志工一起努力的，嗯。所以您今天发现说我们的孤挺花很好，我们的扶桑花，就是我们的孤挺花跟扶桑花的品系都很棒哈。那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半叶那个左手香那边现在也长得非常漂亮。对，半叶左手香都开花了。像一些开花的，我们久了哈，我们还是会剪花。我们会先收集一些种子起来，以后我们就要剪花，以让它的生命力哈会旺盛一点。那这个罗勒哈，很多人很喜欢，所以我常常就是剪。你看，蜜蜂最喜欢来罗勒，蜜蜂最爱来罗勒了。然后我过一阵子哈，就是会轮流修剪，因为昨天也前天有姐妹来，也很喜欢，我就会再修剪，因为这个花是要修剪的。对，不修剪它就会死掉。对对啊，我们又不能让它高度很高，对啊，因为我们有一定的高度在这里保持一个视觉上的美观。嗯，后续能够就是让他们这些植物就越长越好，因为其实屋顶植物它需要大概半年的适应时间。你刚因为刚种，然后到真正它是不是能够适合这个环境，就是半年后，如果还存活，而且是越来越旺盛，那个植物就是适合。是哦，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薄荷，其实是就是非常适合这里的薄荷。你会发现薄荷，它不止在你们种的范围，它已经往外扩大了。我们非常感谢这些，非常感谢这些薄荷，因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宾，他们来空中花园的时候，会对我们的香草很有兴趣啊，也只有薄荷可以让他们剪，就是我会留下这个薄荷哈，他们要剪，要回去种，我会让他们剪给他们。那目前看柠檬香风在这个季节都很好，那迷迭香也非常好，应该说现在目前楼上的香草植物好像每一样都长得很好。那五楼因为五楼多了一年多的时间，所以里面其实不适合的我们就没有再种在六楼了，我们五楼已经提早一年多就种。那五楼有香茅还有天使玫瑰，这两样为什么没有种到六楼来呢？因为它比较会割手，那我是怕小孩子上来的时候手被割到要照顾麻烦，所以我后来就决定让香茅跟天使玫瑰留在五楼就好了，那我们需要的时候就下去剪。所以其实我们的来宾来这里是可以品尝香草茶的。我想借这个机会做一个小宣传，嗯，因为现在大家对香草植物非常喜欢，嗯，但是我是觉得大家去看一下，因为现在网络上很方便哈，对，你可以去查一下，如果假设你打薄荷进去，然后去看它的要点，我们必须要去懂它一些负面的东西。对，我是在看药理的时候，我会重视在负面的东西，就是吃了喝了要无害。对，好，但是就我现在强调的就是说哈，要怀孕的，已经怀孕的是，然后有癫痫的，嗯，有就是反正有精神比较虚弱的，神经比较虚弱的人，香草的东西要适量。OK， 真的要适量。其实我们根本就是微量，对对对，因为我们很少煮。对，就是说，因为有一些人就你像有人采回去后，他也种了后，然后每天告诉他就会很，我是觉得我经常会趁机会来宣导这一方面。很好很好，就是怀孕中好。正要怀孕的，想怀孕的，或者是身体虚弱的，对，每一种香草植物都要上网查一下。你种了以后能不能去喝它吃它。好 OK， 谢谢谢谢沈小姐给我们的一个建议跟提醒。好，希望你常常来，也记录我们整个天国花园空中花园的美好。那待会儿呢再邀请你，现在兰花墙的兰花正开放着，给待会儿要离开以前可以去看一下。好，谢谢谢谢，那个这个地方你给我一个机会，谢谢。好，那个鸿运，谢谢鸿运，还鸿运空中花园，好，一起期待美好，谢谢。